所以忘记带莉亚的泳衣。Perfect. Yeah, that's perfect. 刚才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买了一大袋，刚刚花了100多块钱美金买了一些很多不需要的东西。到了，虽然我们提早很早，通常 check in 是3点钟，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是10点半就到了。但是他们说房间已经准备好，可以让我们提早 check in。Press 3。Our vacation officially started. 请问是 next month？ 订完之后，我们现在要先去吃饭，要去吃海鲜，然后再去海边。我们现在来到一间 beach bar， 叫做 Coconut， 在我们旅馆里面还蛮近的地方。这边 ，Lia 对他的新玩具非常非常的满意，他现在是爱不释手。娃娃车是用扛过来的，我从后面扛 ，Frank 从前面扛，因为那个小轮子根本在沙滩上根本没有办法推下来。在海边待了一个小时，我就已经觉得差不多可以走。我现在已经头昏眼花了，但是 Frank 他就想要在这边待3个小时再走，因为他从小就是在 Maryland 这边长大，所以他海洋城真的是从小来到大的，所以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小孩。但是我们三个，我们家三个女生就是不喜欢晒太阳、不喜欢流汗的，所以在一个小时大太阳底下就已经是极限。现在回饭店，去饭店的游泳池也不错。Frank 他要回去海边了，
因为他觉得一个小时在海边待一个小时实在是不够。然后莉亚他现在已经昏睡过去了，因为他在来的路上他都没有睡，他都没有睡午觉，在太阳底下待一个小时是件非常累人的事情。 This is our definition of vacation. Yeah. You don't have to take care of Leah. Daddy doesn't need it yet. Doesn't tell us to take care. We can be separate. It's okay. We don't have to be together all the time.洗完澡出来看到这个景象，这是 Daddy 帮你穿的衣服吗？你要露点了 Lia， Lia 过来，你过来，过来， Come here， Come here， Let me see your shirt。 你要露点了宝贝，你穿低胸。check out 昨天我们在boardwalk 上面找到这一条裤子，我超累的。看一下，这有点像阿拉丁的裤子，超喜欢，有民俗风的味道。昨天我们去商店的时候买一些小东西，就是伊娃选的棒棒糖的耳环，就是太可爱了，非常可爱。然后还有这个实在是太可爱，这一看到就好喜欢。这个是两袋 Gummy Bear 糖果的耳环，这个耳环，这个太可爱，这个很轻，这不会说这两个耳环都不会说太重。虽然说看起来还蛮大，但是这个其实还蛮轻的，所以就给它买下来，这太可爱了这个。然后又买了一个，这个是钥匙圈，这钥匙圈就是。一袋金鱼，这个也太可爱了吧！这个没有看过这么可爱的东西。然后我自己买了一个，这叫什么？就是发髻嘛，这还蛮好看的，还蛮酷的，就买下来了，好喜欢。今天早上就是一个天气超好的早上 ，Say hi 吧 ，Good morning， we're back to the boardwalk。好，我们先去吃饭去。
Bloody Mary 也太壮观了吧。Yes. The pancakes too. Yep. 这个是 crab meat avocado toast.然后 Frank 每次吃早餐都会叫就是 Crab Meat Benedict。现在我们要去美国一间很有名的博物馆，叫做 Believe It or Not。信不信由你，这个信不信由你博物馆是在美国各地都有设置的一个博物馆。其实在 DC 也有一间，但是伊娃跟莉亚都还没有去过，所以这是他们首次他们的初体验。Yes. Come see you too, no?莉亚在这边有点害怕哦，下一边。在博物馆里面拍的一个纪念照。